IS 首领阿布达迪被美军干死了，据说他死前痛哭流涕，屁滚尿流，一副胆小鬼的惨相。而中共一直是 IS 的幕后支持者。2017年，两位中国的基督教传教士被 IS 残酷杀害了。中共当局不仅不指责 IS 的暴行，反而抹黑这两位中国人是邪教，是非法传教，煽动国人对韩国以及基督教的仇恨。中共的《环球时报》更为 IS 洗地，他说：“目前我们对伊斯兰国真实情况所知甚少，很难定论伊斯兰国到底是不是十恶不赦的恐怖组织，还是当前中东政治发展的必然产物，很难定论。而中共呢，是支持 IS 的武器的大老板，一个组织叫冲突武器研究组织，他们调查报告，从2014年到2017年，从 IS 回收的40000件军用物资，和武器，高达90%的武器和军事装备是来自像中国、俄国以及其他被共产党统治过的东欧国家，其中来自中国的就占43.5%，独占鳌头。那么中共本身呢，它就是一个最大的恐怖组织，对自由、民主、平等等这些普世价值的仇恨和暴力，使得中共天然的支持 IS 这种恐怖组织，而利用反恐战争牵制美国，转移美国的注意力，借此呢赢得自己发展空间，也是中共支持 IS 的目的。现在 IS 已经日落西山，美国自911之后也经历了20年的反恐战争，终于有了历史性的胜利，以后的主要目标就是中共这个最大的恐怖组织。中共这个组织不像 ISIS， 它更加危险，它要捕获的不是西方世界对现实不满的年轻人，而是西方世界掌握巨大资源和权力的这些大公司和大政客。而美国副总统彭斯不久前呢，对中共对美国的渗透他做了一个检讨，他说每任政府都知道有这些问题，但是过去没有一任政府愿意打破华盛顿建立已久的利益，不仅允许这些问题的存在，甚至从中牟利。这个检讨非常重要，美国囊外必先安内，以后我们将会看到华盛顿更多的博弈。中共和他西方的黑盟友，你们胆战心惊的日子快到了，谢谢。